上碰香水好不好会影响念经了，气场怎么样？碰香水只能淡淡的喷，不能喷得太浓。任何任何东西碰到，只要碰到你意念转变了，那已经出事了。你比方说你闻到了之后，你意念跟着它转了，你不就是出事了？然后同学再问一个，家里碰着空气清香剂可以吧？可以的呀，可以。有时候觉得家里空气不是太好，碰一点点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啊？一点点啊，那你说檀香它也是香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往身上喷的来太厉害了，那就不行了。那你一个女人你喷了太香太香，人家男人从你边上一闻，闻到之后让人家产生遐想了，你不是吸引人家犯罪啊？对不对啊？是的。所以很多很多女人穿的太露暴露的话，你不是吸引人家，这也是有问题的，这也是动因果的。对的。感恩师傅。